咱的新秀安尼吼，哎，伊就算足久无看安尼，哎，应该很久之前，哎，真的好像有一点时间无看到你安尼，哎，有阵像看到新人吼，哎，都会特别访问一下。自去年三月到今嘛无做诶。啊啊，自当时。去年的妈祖生了后就无做啊。哦，去年的，然后为了妈祖生了个三月二三了，都没有就是在舞台上表演咧。哦哦，所以是因为大日子你才会出来帮忙这样子吗？对，今嘛刚刚大日才出来到三港。哦，大日跳啊！所以去年的八月份，伊都变给十五嘞。因为也是大月的，那时候没有出来。哦，太可惜了。今年开始帮忙今年开始哈，哎呦，没办法，因为哈，只要舞台上哈，哎，唱歌好听安尼，搁整这家事业哦，这袂使放在厝里边，你敢知？哎，不然就太可惜了呀。因为舞台上啊，哎，讲今天这个行业哈，越来越少人要接这种工作啦呢。哎，一楼是舞台上哈，像那个跟剩这舞台腔是后来才就是又进化的呢。哎，那个跟传统诶，他在马龙一种电子花车啊呢，哎，继续讲吼，哎，现在的歌手越来越少了，哎，现在的年轻的哦，龙咖啡机这我靠也扛回啊呢，可是这吼，哎，这个也不能当正途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不然拿这架刀吼，你也看都点，哎，那时候疫情在爆发的时候。哎，完全是停摆的啊！你哈，哎，人很想啉水也有困难啊，真的真的哦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也不能当正职啦哈。可你哎，十几年前可能哦，你也在当正职啊呢，因为哎人那时候比较繁华的时代啊呢，对对，有没讲好也是大刚拢有丢汤子啊呢。哎，按个起码哈，可能哈，哎，都可能哎，姑姑可能在哎这几届啊呢，对对对，五块。哎，不会，所以这种的就是爱做兼职啊，那哪对哦？所以哈，那我们舞台上的赶快，哎，一楼有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叫伫家做大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阖家平安大。所以你想到伊叫啥的哈？哈，也是还是你刚刚你有讲？你拄只你有讲吗？有啊，你拄只你有讲哟，安尼哎有在听嘞吼，因为刚你在介绍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他有讲出来了哈。好啦，月儿啦吼，赶快那里水果牛啊啦吼，所以不能定嘞吼，赶快那里听上一块歌曲啦吼，而且嘞吼，咱今日咱精彩节目吼，有邀请到咱的辣妹歌手林群一娃啦吼，哎，小奈赶快也给我来辣妹钢管秀啦哈，非常的精彩哈。啊，来今邀请到咱的刘来和朋友拭目以待啦啊。那我们舞台上呢，一样有我们的月儿在带我们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喽。这首安排都进。欸，你不要怕，他只是会比较激动而已哈。我是刚刚有点喘。哦，很冷的。对对，刚好这边是刚风的那一哈，所以哦，爱注意一下保暖哦。I'm
每个每月总是含泪担心想自己Yeah.